本局于2010年10月20日会同调查站查获业者魏林勇制造业药商许可执照，疑似制作伪药，疑涉嫌违反药事法第82条及83条刑责规定，依法可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并科新台币1亿元以下罚金，后续将由检调机关进行侦查。